学校那边怎么样？昨晚我没回去，教官没有发火吧？下午没有课程吗？你怎么跑出来了？顾远真，你怎么了？我可能要走了。去哪儿？回南京。回南京？是要回去娶那位董小姐吗？是我父亲的意思。哦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啊。我走了之后，我怕教官会再安排人过去跟你住，尤其是那个李文忠，我总觉得他知道点什么。你如果喜欢沈君山，就申请教官让他住进去吧。他在那儿，也省得你被别人欺负。还有不到一年就毕业了，到时候你就回北京吧。毕竟是个女孩子，你总不能真的去当兵吧？如果你真的喜欢，到时候我帮你安排一下，做个文职。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了，那你忙吧，我走了。顾远真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我去送你。不用了，你留在这儿陪沈君山吧。